上面的花纹呢，主要以鸽子啊、牡丹啊为主，就代表着我国的一个繁荣昌盛。想当时正好也是牛年嘛，所以就做了三座金牛。这次我们北京聚装厂带来了四件，精品啊，精绣精品。中间两件呢是属于帝后的宫廷服饰，那么两侧呢是咱们聚装啊，这个是宫装，梅派宫装，咱们大家都看过啊，李先生、贵妃最喜欢穿的是啊，前头穿骏马，后头穿宫装啊，你看这是精绣。